画在纸上的茶马古道是静止的，但承载着时间文化和马帮商旅的茶马古道，却是深刻在大地上的密文唱片。而马蹄就是唱针，它让这条古道唱响马背上的歌声。 今天在邻村，石屏县的龙武镇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高跷迎春会。按照习俗，附近各个民族村寨都会派出带着自己民族特色的队伍去助兴。从几天前开始，大坡罗村的花妖彝族姑娘们就已经在准备。 龙武镇里的人就为高跷迎春会忙活开了。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逐年轮流坐庄的头家要准备高跷迎春会的人员鞍马。按照迎春会前七天就不能夫妻同房的传统禁忌，参加高跷迎春会的已婚男人则暂时离开自己的家，被集中在村里的公房里。 养精蓄锐，准备行动。地处哀牢山腹地的龙武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，并聚集着彝族、哈尼族的茶马古道上的重镇。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宽阔深远的河流，而围绕它的许许多多的村庄。 就是河流中游动的鱼类，或是其他生物。它们因为茶马古道这条大河而有了不同于外围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。龙武一带的古道被称为黄栗树坡古道，全长有十几公里，是茶马古道上保存比较完整的一段。这条路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。 不仅仅是几代人之前的遗留。公元1487年，来自意大利的大旅行家马可·波罗奉忽必烈大汗之命到云南和缅甸一带，返回时走过这条路，而且记载了当时这条路两旁的生活和经济商贸往来状况。 很多年了，龙武静静地守候在茶马古道旁边。明朝年间，大规模移民使这个小镇具有了许多来自中原的遗风。来自中原的祖先们把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现在。这边的现在个小妹好像是祖传的这个这个，祖传一直到北朝末代修的这行呢，这边修的老北开门叫中年，中年叫小子，这嘛，出去采几个月是小娃嘛，干啥？小十多岁，好像结婚不几年都办是这些。啊，或者我们去下回见。